请神鹰龙开光点睛，以稻草编制的云火龙全身插满了金香，有如是神龙在云海翻腾，象征着苗栗县三义云火龙节揭开了序幕。那么这次的系列活动内容多元哦，除了展现客家人龙神信仰与地方农村特色，也将客庄节庆的文化传承发扬。依循客家古礼上奏表彰，为草编神龙开光点睛。这是苗栗县三义特有的云火龙，用稻草编织而成，身上插满祈福金香，舞动起来就像神龙腾云驾雾。每年举办三义云火龙节，公所希望传承龙神信仰，也让民众认识客庄节庆文化。云火龙也同人呢客家嘅文化，同客家所有嘅节目咁样嘅做咩噶？祭祀，阿姨伯阿姨呢，全部都要唱声音呢，个特殊文嘅就全部都要，我样同相反反样同客家文化过，海苔。苗栗是客家大县，传承客家文化责无旁贷，除了鼓励地方文化传承工作，也希望乡亲能多说客家话，营造友善客语环境。拜托陈志家除了说我们保持云火龙节表示我们三义客庄的精神，我们应该要老客家话好的老祖先传播的好，我们听到比长长久久能够传授华语好。侨城国小也将云火龙设计成话剧演出，让学生用乡亲熟悉的客家话认识云火龙的故事由来。三义云火龙节5月25日正式登场，除了有热闹的云火龙彩节，还有精彩的客家艺文晚会，让乡亲感受客庄多元的文化特色。